安康接待室位于安坑地区一座隐秘山头，左邻西见深壑，后倚山坡，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谲，进入这里就像到了冥界一般。要进到这个空间的那一瞬间，我的那个血就从鼻子流下来。其实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很惊讶啦，就是说每打开一个牢房，然后发现里面都有摄影机，都偷藏的摄影机，然后那个还有窃听的一些装置。那当时白色恐怖时期，很多的这种囚禁政治犯的，或者说这个安康招待所，他其实是我因为听说陈文成博士他的一些他的内脏曾经放在这边，所以我就闯进来了。这个其实当时是放小罐的古马林泡的人体的器官，你其实都还可以看得到这些架子上，它并不是放文件。那最明显的是这一间，这一间目前都还留有一个罐子，我就是我这里有一个，都还有一个器官的罐子，但是我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去看这个名牌，即便它已经在我眼前了。那也在这里拍摄了去年发表的一部影片，叫做《博爱》。那座聚落谣传着关于白色火焰的故事，当怀有共同秘密的众人在姻缘的齿列上被宿命的高墙给围堵时分，所点燃的火焰则苍白胜于孤绝老者的长发。就是说除了恐惧以外，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也希望说自己能不能是一个桥梁，带着就我所发现的这些事情，我所发现的这些空间，透过一个艺术行动或者说作品本身，让现在的人可以更了解一些当时的状况。安康它本身是一个迷惑式的建筑啊，它的监牢的主结构事实上是在一楼，可是被关过的政治犯或者前辈的一些口述，他们都形容他们是关在地底嘛，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当代社会或者当代世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各种层次的空间，可是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一个很显然的一个关联，它各自有它的脉络，可是整个组合起来它又是一个像戏谱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戏谱最让我着迷。这几年在做的这种废弃空间的计划，它是台湾八零年代的这种经济的转变，其实是政治转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戒严空间曾经是一种囚禁犯人或者说拷打的这样的空间，我是觉得某方面它是在解严之后它是转向社会，就是说监狱转向整个社会的逐渐监狱化或者管制化。当然这个讲法是说透过经济转变跟这个自由市场的生命的管控的这个角度来讲。 In einer auf dem Wettbewerb beruhenden Gesellschaftsordnung sind die Preise, die wir für ein Gut zahlen müssen, das heißt das Austauschverhältnis der Güter, abhängig von der Menge der übrigen Güter, von denen wir keines in Anspruch nehmen können, ohne es den anderen Mitgliedern der Gesellschaft zu entziehen. 因为博爱里面，它包含了四个地方：博爱市场、台积客运，那还有海山煤矿及这个安康监狱。那所以这个影片其实就是这四个地方它所连接起来的一个面貌吧。那特别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在这几年当中慢慢的自己的眼光已经产生转变了，就是说基本上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大部分
可能都是一个巨大的分场，巨大的分场哦。所以我会特别去看死者，我会特别去注意说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其实我的童年时候的博爱市场是1980年代的中期以后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她在那边卖内衣吼，都会卖到笑，就是钱收到会晚上会偷笑，怎么会这么好赚？顺着滨海公路到富良、瑞芳、七堵、上山、台北城。一路来到树林，住伫树林的阿母寮，每天骑着三轮车到普爱市场卖内衫。比较早期的时候是大概一件100块，那到90年代中期之后，一直到2000年，这几年来就是从3件100一直到5件100都有看过，因为市场的生意已经不好嘛，那。对他的整个状态都会有蛮大的影响。这边也将进行都市更新。那严格来说，这个地方其实带有一种牺牲的味道。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被取代不只是物品的取代了，某方面也是一种生活模式、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的被取代。那特别是博爱市场，因为它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真正荒废掉的，它还有很多人在那边，外表上看起来很繁荣，可是事实上在我的观察，这个地方是在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一个废墟。一直在这些空间里面打转，一直在寻找一些故事，不是一种迷恋死亡，而是说其实是从他们身上看到更多这种现代社会过度快速变动的这个社会发展之下，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事情背后的逻辑其实是跟这些死者都有关的。那这个内在的连结跟内在的联动，其实是一种创造跟一种新的理解自己生命的一个方式吧，啊。